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彩排真的就不像我们之前可能有一些抒情歌它比较轻嘛，对，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就是人声的力度啊，然后怎么样得调了之后好一些，不能叹气，吸，快吸回去。OK， 日落消失，沿海飙车，拥吻午夜。你说爱是恩天使，是却是无畏。燃一束花火，借一眼幻梦，再度夏天已不辞而别。月台心碎，公路万个海港无眠。你说爱是软肋，是伤痕，是无言。再长的眷恋都败给岁月，回头青春只剩场错觉。流程错过原来已是种交货，爱色满目了 lover， 谢谢你来过。在那最迷夜夜最易碎的念头，是你让我确信我曾真实的被爱过。活在无人不可求爱，却无人信仰爱的时代。我们唱无关同样的情歌，在呐喊中见证爱小白。我以为我已用尽力去爱，却只目送最爱的离开。我们一生都在心就悲哀，却也一生都弄不懂爱。爱错离过爱，你随着色来，伤人来到我的爱。或许爱的本质是在混沌不明绝望中那一句我爱。谢谢你来过，以为会恨你，怎么只看到成就？为人去真些梦里有你，还能怎么做？我们活在无人不可求爱，却无人信仰爱的时代。我们唱无关同样的情歌，在那中间真爱小白。我以为我已用
的本质是在混沌不明觉梦中难以去。我爱啊，唱得好，好好啊。赵磊这么多期他唱最好一次，对，把掌声送给赵磊，送给子宁。赵磊，你参加这么多舞台，今天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因为我们也认识这么久，我看过你这么多舞台，我算对你了解。今天这首歌太适合你了。嗯，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你的声音极其的干净，且你很真诚，所以你知道真诚的人不应该被辜负，干净的声音不应该被弄脏。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歌曲的这种反差感，会让你在这首歌里显得格外的有魅力。今天天赐的最后一期的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你太重要了。这首歌这样的方向，你朝着那个方向走不会错。好，嗯，子宁是非常稳哦，每一个舞台都非常的扎实，然后音准演唱就像在棚里唱歌一样，你怎么做到的？啊，是死练，硬练，硬练哦，没时没刻就是。对，因为像现场能如此，就看下来好几场这么稳定，真的很不容易，非常棒，非常好听。嗯，谢谢，谢谢他的老师，子宁在我们多阳光先虫草天赐的声音第四季已经带来了四个舞台，把掌声送给他。我觉得青磊还是挺百感交集的，我之前一直在说创造101和火箭少女101给了我姓名，可能让更多人知道我是谁，但是我觉得天赐声音这个舞台给了我一个可以去做歌手的一个资格，我也慢慢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舞台上面尝试着去寻找自己，然后留下了很多我去想做的舞台，觉得很满足，很幸福吧。嗯，然后也希望在下一集可以有更多舞台，继续加油，歌手子宁。赵磊他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第四季，一共完成了六个精彩的表演舞台。Come on, 你想来耶，很多人说我唱歌，哎，好像他唱的挺好的，然后他的声音很干净，但是其实我一直没有被大家真正的记住过，但是我今年慢慢开始找到自己了，我觉得真的很开心。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赵磊，谢谢子宁，有请合作。